冯永浩，我们剧的活宝。以前都是我在剧组当活宝，这次我让给我们的冯老板当活宝。合集银光闪啊，这在哪儿啊？在盒子。丢臭鸡蛋，那也成功了呀！能被丢臭鸡蛋也很成功了，气得牙痒痒。不是过来让你们批斗的吗？开个直播来批斗我吧，快点！你老了吗？嗯。你累了。谢谢阿蒙蒙。我上了回家的动车啊！啊！啊！你杀了吗？嗯，没有，我在这里。哦，那不能长出情绪。对，昨天给我说了啥了？我们家老冯点关注。应该快了吧，跟碰瑶那一部也不知道怎么样啊，那部还行吧，起码剧还不错，他的故事很好，剧本还好。但是他说剧本啊，那回来这怼你啥啊？我怎么敢怼我唯一的老婆粉儿？真是，这个戏在哪播？我也不知道在哪，在抖音搜应该能搜到。不是吗？你也是老婆粉儿。你有你说我解释什么？哎，好啥呀，你是一个正在学习的小学徒吧，哪有好和坏，只是说每部剧都有每部剧的特点而已，你要论好。我的外卖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用。北京的还是中戏的？你猜？那也挺好，那就好。他是伯克利的。对对对对对。你的演技以后找的是反面教材，我靠！对，这个可以有啊，这个是真的可以有。大家以后看到看完我的剧之后，谈的新男朋友发现跟我的剧里某个人物很像，好 ，See you tomorrow。希望你们不要成为下一个真田。可以成为我的，但不能成为他们的。每次看到你都是演反，演霸道总裁。
没想到你也坏人给人反差好大。是吗？很大吗？看你的哭泣，心都要碎。哎呀，哎呀，你都心碎，你心都要碎了。其实我那时候真的已经碎了呢。哪次哭的时候不碎呀？所以说现在伤的我都已经没感觉了，我都已经不知道爱情有什么意义了。很恍惚。